上午的未了社区学堂甲拜典礼，伫社区大学舞蹈班以及水纳大型国小上西献水的精彩表演之下，闹热展开。随后，伫管府教育处长柯孝文的率领下，举行甲拜仪式。管府教育处表示，北寮地区虽然社区大学设立多年，但是长期以来欠缺社区的参与，无班级数、授课的人数，逐年来减少。这次希望北寮社区学堂的设立，会当提升学习的困境。我们把原来麦寮高中的这些上课的班级部分移到麦寮学堂，也有部分到这一个阳朔分班，也有部分到台西的活力海岸，就是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据点的方式能够深入到我们地方，让我们民众在学习上更为便利。那未来也希望能够开辟更多的符合社区民众需要的这些课程为了要支持社区学习的发展，未了江源乡管理委员会嘛提供优良的场地，全力配合社区大学的推动。一楼、二楼、甲三楼拢借予管府咱这个社区大学配合咱这社在地社区，甲咱卖妈祖庙这个妈祖文化来结合，互这个社区会当佫办了佫较好安尼。未来海线分校北港龙岗团队将全力协助社区学堂的课务运作。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